是我呀，是我，港美，我是郭桑，这是小学青杂组呀。大总，港美，法克斯海鲁，郭桑，他劈了他，。树洞传递消息，隐藏食物和弹药，是抗联跟山里猎人学来的土办法。可这七道沟林子这么大，树林里树洞不计其数，怎么分辨哪些树洞里有隐藏的消息啊？哎，文哥，你看，连体，一大一小，子母树。 熊头朝下，说明真正的消息还在下面。 掌柜的安排你们到兴隆镇百味楼找老范，他会指明去哈尔滨的密道。兴隆镇的电台已被监控，我派人到百味楼给你们打前站。高队长的意思是？ 咱们先到哈尔滨，然后走一步看一步。掌柜的让我们去哈尔滨，意思很明确：下一步护送安娜到关内。接头暗号：猪肉炖粉条，没猪肉炖不了；白菜炖粉条，没粉条炖不了。嗯，那水喝干了。 小鬼再也不缠我了，帮我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！这怎么说胡话呢？小鬼，你在这饿坏了，给他来点水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大壮，大壮，吃点。慢点吃啊。 刀子，我还活着。你当然还活着。那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大壮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少校，就刚刚我说，比方，对。 这不是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吗？这服了你了都。还人呢？啊，他们都在下面。啊，来。
哼，吃口食儿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东哥，暗号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赶紧走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走。大叔，哎，大哥，完哪？大舅。噎死我！你得把那手势给我比划比划，比划比划，给我比划沟里去，差点给我饿死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我真是脑袋被门挤了，我才能相信你能看到手势。哎妈呀，揍我！哎，大帅，不是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你不是猎户吗？这林子这么大，你顺手捞点啥不能吃啊？你拉倒吧！金井山是老祖宗的地盘，他到处都是陷阱，我得绕着走。赵龙没走多远就碰鬼子，没走多远就碰鬼子，然后我不敢乱来啊。我就偷摸的绕道走，走走走，我就困了，困了我就睡着了，睡着了我就没起来。我都不知道你怎么长这么大了。好了，只要大壮哥能平安回来就好。你看文化人说话就好听。文哥回来了，大伙团聚就好啊，咱们接着赶路吧。啊，文龙，奔兴隆镇。哎，兴隆镇行啊，上我们家，我让我媳妇给你们包饺子吃。好啊，走。到了兴隆镇之后，你打算奔哪儿？佳木斯还是哈尔滨？都听我的，到时候再说。都不许乱走了。然后咱们抄近道，晚上之前咱就到了。说什么呢？小千军，很遗憾，这是将军亲自签署给你的撤职命令。什么？田中将军亲自下令，解除你虎头要塞劳工营职务，请你深刻反思。不行，我们要面见田中将军。抱歉，将军很忙。坐下。同时，你的大佐军衔暂时保留，责令你们马上带兵抓捕虎头要塞逃犯，这是计划。转告田中将军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啥地方？这也太寒碜了吧！失去的尊严，我会把它找回来。国嫂，一会儿找几个人，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一下。是。大佐，将军的计划是什么？田中将军判断，钢丝一伙人有可能通过蒙古沿线穿越边境，回到苏联，让我带兵到蒙古沿线进行搜索。我马上安排兵力。八哥，不走水路走陆路，可是一定走蒙古一线吗？那他们不回苏联了吗？苏联，他们肯定是要回去的。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，钢丝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？甘北，给我备一份详细的东北地图。拜托了。
哦，第一次到镇上巡逻，就遇到了客人，真是巧了。张大飞，队长，这个人是兴隆镇上的人吗？ 报告宋田队长，小的以前搁镇上就没见过这么个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别着驳壳枪，你是抗联的探子，还是土匪的眼线？哼！我看你不像是土匪，你是怕什么来什么？嘿，那小子！ 赶紧跟松田太君回，你到这兴隆镇上干啥来了？少废话，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。不判死的人很多，没关系，我会让你开口的。有拦着的，放开！谁让你开的枪？我把他把纸条吞了。把东西拿过来。 春妮儿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安娜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可别任性啊。行了，这提前了，将近一天的时间呢。春妮儿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安娜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可别任性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谭小姐，我这心里有数。哎，大壮，啊，你们家这个镇子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有啥不对劲儿啊？哥，咱进去吧。哎，咱们就不进啊。那兴隆镇是我的地盘，咱进没问题。哎，我可不想为了你媳妇儿这顿饺子搭上自己小命啊。哎呀，那小鬼子总不能比咱们还快吧？哎，我困了，赶紧进镇子睡觉吧。 应该没问题，高队长已经派人打了前站。进镇，快快快快快，跟上我！哎，快快快快，看到吗？前面就到了啊！快点快点，都快点！ 哎呀，你们快点行不行啊？快点！哎呀，能不能快点啊？都快点！大壮哥，你们这镇子上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安娜，别怕啊，有我呢，跟我走。 刚脚滑了一下，吓死我了！你，小壮，别咋咋呼呼的。你说这街上怎么一点人气儿都没有啊？我也纳闷呢，这以往啊，这个点儿这可热闹了，大家都小心点儿。 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咱们。哎，快快快快走吧，快快快走，快快快走吧！哎，大壮哥，你这到底没多远啊？哎，就在前面就到了。
家空了有段日子了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春妮离家，外面的大门并没有上锁。你媳妇儿八成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儿。大周，嗯，你是什么时候离开镇子的？哦，我是那个大半年前，我上山打狍子去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让鬼子就给我抓起来。哎，会不会是你媳妇儿见你大半年没回来？ 以为你死了改嫁了，我打死你！我让你上，你说呀！大壮，哎，我这……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嘴怎么那么欠呢？大壮哥，我胡说八道的啊！呸呸呸呸呸！嗯，对不起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这不了还没治完呢，这不正常吗？ 难道你干一件事情非得从头到尾干到完才撒手啊？这种纺织机在每次完工之前，必须要把旁边的那个卡子给归位，不然很容易把布料给弄坏了。也就是说，人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离开的。这么着急？这个镇子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能发生什么事啊？哎呀！ 哎呀，那文龙兄弟啊，少校，那你们赶紧帮我想个辙呀！放心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。嗯，整个镇子空荡荡的，好像家家都没人。我担心百味楼也有状况。文龙哥，这高队长派的人我应该认识，这样，我先去趟百味楼，我去谈谈路。好，别担心。 Thank you.
吧，干什么呢？我就是这个镇子上的人，这真的。这镇子上其他人呢？被服厂，镇子上能干活的人都被他们给抓进被服厂了。被服厂是鬼子开的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个，反正抓人的人都挺横的，连镇上的警察都怕他们，被抓的人也不敢反抗，是不？这百元楼的老板呢？我不说了吗？镇子上人都被抓进被服厂了，你说他能搁哪儿？就是废话。不是，你找他有啥事儿是吧？为什么不抓你啊？他们抓的是能干活的人，你说我一个瘸子，他们抓我，我能给他们干啥呀？是不？兄弟，看在我一个残废的份上，你就把我给放了呗，行不？谢谢啊。听那个人的意思是，这百威楼的老板也被抓了。我媳妇一定是被他们抓到被服厂了。我先救他去。哎哎，大壮，来来来，别着急啊。这救人呢，得先把情况摸清楚才行啊。啊，这能在镇上开厂子，而且能让警察退避三舍的，那应该只有小鬼子。就是这帮杂碎。刀子，百味楼里面搜过了吗？我在地下室找到了一台废弃的机器，电台。电台？可惜已经坏了。不是，你抓的那些人他们长啥样啊？那个人挺瘦的啊，对了，腿有点瘸。张大飞，你认识？我认识。他就是以前镇上的二流子，给那警察当过狗腿子。他一定知道那个春军的下落。哎，大壮，大壮，这个人有问题，咱们先别招他。对了，大壮，咱们镇上还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的。五二酒店有个地窖，是我帮着挖的。他上城里之前就把那钥匙给我了。好，大伙稍事休息，咱后半夜就搬过去，到时候再想办法。就老半个声音了。
谁？大卫，大卫，大卫是我，是我，我。哎呀妈，是大壮啊！你干啥去了？你咋回来了呢？你告诉我，我媳妇春菊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说你咋回来了？闹了半天是想媳妇了。别说没用的，赶紧告诉我。说啥呀？我这还绑着呢，你让我绑着说呀？赶紧给我解决！别跟我装啊！再装我揍你啊！哎，咋的？还长脾气了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削我，你削死我，你更不知道春妮的下落了。快说！如果我们从这边去叫，不好了！哎，不好了！能不能别咋咋呼呼的？怎么了？大壮不见了。三下啊！你要不给我解开，我就是一头碰死这儿，我也不告诉你。你，三，早这样不结了吗？你轻点，我手都绑麻了。啊！现在说，我说，我的帽子还搁地上呢，你给我捡起来，我告诉你。快点啊！磨蹭什么事儿？你老实点！我告诉你，我张大飞认识你，我手里刀可不认识，知道不？大壮，你咋不长进呢？你咋那么傻呢？啊！你看，我还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你要死了，春妮咋办？对不？我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。好歹我张大飞也是这兴隆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说话算话。我告诉你春妮儿搁哪儿呢，行不？咱们镇上的人都让人给抓到被服厂做工去了，我估摸着十有八九春妮儿也搁里边呢。至于是不是真的在里边，我说不准啊。啊！哎，对对，大壮啊。咱接着街坊这么多年了啊，有件事你别说我没提醒你，现如今的兴隆镇可不是啥好地方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这里边水深了去了啊！你给我老实站下，老实听着，你要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你赶紧走，有多远走多远，知道不？啊，我这可都为你好啊！
撤吧，那个绳子是有人解开的，我估计啊。什么人？看手里的家伙事还不明显吗？住手！站住！这位好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干什么的？哦，我们是路过的，这肚子饿了，听说咱镇上有个百味楼，所以就过来学门口吃的。 只要吃的，哦，找吃的，真的，我们真的是路过的，我们都是好人呐，好汉就放了我们吧。好，跟我走，有吃有住。不是，这好汉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是，带我去哪儿？这是，哎，这位好汉就放了我们吧。太君。 你刚才去哪里了？我去找您报信儿去了，结果咱俩从两岔去了，你看。哎呀，我是闯祸了，这两个兄弟让我害惨了。 怀疑他们要从这几个方向出去。我要是刚试的话，下一站我会去这里。据我所知，兴隆镇没有我们的人是一个漏洞。他们要是从这个方向，他们只有两条路：哈尔滨和佳木斯。这只是我的直觉。大佐。
田中将军命令我们去蒙古。去蒙古？可刚四又不会去蒙古。可是我们本身就是戴罪之身，如果违抗兵令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好结果。管他那么多干什么？我的目的是要抓住安娜。住口！起来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小时以前，司令部破译了一封电文，电文发出的位置是新龙镇。新龙镇。西风飒飒，战旗如花，男儿猛志当虎杀，热血飞溅满天红霞。卸甲，征途漫漫，战磨杀，一起慷慨，兵和铁马。傲骨似铁，笑靥如花，总有深情难相顾，为富过难，各奔天涯。纵横浴血拼杀，壮士排战归来日，西风飒飒，战旗如花。西风飒飒，战旗如花，男儿猛志当虎杀，热血飞溅满天红霞，戈壁未灭，誓不卸甲，征途漫漫，战磨杀，一起慷慨。